只是渴望飞得不如泪，刹那的分界不是对立面，而是每个人那最后纯洁的方向都逃不过考验。有没有一种考验，有没有一些催眠，拯救了世界就像英雄电影情节。有没有一种信念，有没有一句誓言，呼唤黎明的出现。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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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， 呼唤黎明的出现。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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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，抓狂了贼，多年那个眉目直过墙飞，而贫穷还是想潮水淹没着人们生存的尊严。文明最巅峰某天，人们和蝙蝠却逐回洞穴，那贼心再也看不见，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。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，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，都害怕去改变。有没有一种改变，有没有一次转脸，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。有没有一种信念，有没有一句誓言，呼喊黎明的出现。 Yeah yeah
是想逃税淹没人人们生存的尊严，文明最巅峰某天，人们和蝙蝠却住回洞穴，那罪行再也看不见，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，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，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，都害怕去改变。有没有一种改变，有没有一次创恋，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。有没有一种信念，有没有一句誓言，呼喊黎明的出现。 Yeah yeahI'm not the one who's lost.
残废，而贫穷还是想逃税，淹没着人们生存的尊严，文明最巅峰某天，人们和蝙蝠却逐回洞穴，那罪行再也看不见，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，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，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，都害怕去改变。有没有一种改变，有没有一次创恋，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。有没有一种信念，有没有是
多年的更美目击过墙飞，而贫穷还是想潮水淹没着人们生存的尊严，文明最巅峰某天，人们和蝙蝠却住回洞穴，那罪行再也看不见，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，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，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，都害怕去改变。有没有一种改变，有没有一次转脸，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。有没有一种信念，有没有一句誓言，呼喊黎明的出现。 Yeah yeah
什么抓狂了贼？多年的功名不及过尘飞，而贫穷还是想逃税，淹没着人们生存的尊严。混名醉天赋某天，人们和蝙蝠却逐回洞穴，那贼心再也看不见，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。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，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，都害怕去改变。有没有一种改变？有没有一次创恋？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。有没有一种信念？有没有一句誓言呼喊黎明的出现？ Yeah, yeah.英雄电影情节，有没有？
人们生存的尊严，文明最巅峰某天，人们和蝙蝠却住回洞穴，那最近再也看不见，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，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，就像英雄电影情节，有没有一种
是像潮水淹没人热门生存的尊严，文明最巅峰某天，人们和蝙蝠却住回洞穴，那罪行再也看不见，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，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，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，都害怕去改变。有没有一种改变，有没有一次转脸，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。有没有一种信念，有没有一句誓言，呼喊黎明的出现。 Yeah yeahyeah
那个眉目直过墙飞，而平静还是像潮水淹没着人们生存的尊严。昏迷在天风某天，人们和蝙蝠却逐回洞穴，那罪行再也看不见，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。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，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，都害怕去改变。有没有一种改变，有没有一次转脸，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。有没有一种信念，有没有一句誓言，呼喊黎明的出现。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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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， 呼喊黎明的出现。 Yeah yeah
年那个眉目直过墙飞，而贫穷还是想找谁淹没着人们生存的尊严，文明最巅峰某天，人们和蝙蝠却逐回洞穴，那罪行再也看不见，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，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，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，都害怕去改变。有没有一种改变，有没有一次转脸，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。有没有一种信念，有没有Yeah.
们抓狂了贼，多年的功名不及过抢匪，而贫穷还是想逃税，淹没着人们生存的尊严，文明最巅峰某天，人们和蝙蝠却逐回洞穴，那贼心再也看不见，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，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，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，都害怕去改变。有没有一种改变，有没有一次狂恋，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，有没有一种心英雄电影情节，有没有一种信念？
年那个眉目直过墙飞，而平静还是想潮水淹没着热门生存的责任，混名醉天赋某天，人们和蝙蝠却住回洞穴，那最近再也看不见，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，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，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，都害怕去改变。有没有一种改变，有没有一次转脸，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，有没有一种信念，有没有一句誓言呼喊黎明的出现。 Yeah yeahDrag on let's
年那个眉目直过墙飞，而贫穷还是想逃税，淹没着人们生存的尊严，文明最巅峰某天，人们和蝙蝠却逐回洞穴，那罪行再也看不见，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，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，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，都害怕去改变。有没有一种改变，有没有一次创恋，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，有没有一种信念，有没有怀抱信念，当我们亲身扮演英雄。